感谢我的爸爸王炳熙。你就安尼囡仔，我实在是真艰苦。我是一个脑性麻痹的患者。迄阵啊，拢无卡做工课，甲带咧得咧要甲治疗啦，是讲打针无那大汉要安怎？我的名叫做王小琪，较早是走路走无好，倒伫眠床，需要人照顾的囡仔。你个姐妹，迄阵啊讲话无清楚，是因为我接受着美术治疗了后，我才有法度这么清楚。爸爸为我做这個，我足感动。我特别请来宾，用着疼惜爱护的心来给看见祝福这片艰难。我当的只无特只尊做工课，我唱歌唔听，我足欢喜，所以我用歌来感谢足侪足侪人啊。感恩的心，感谢。我的爸爸是一个很乐观的爸爸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他都跟我这个女儿子说，无论如何我都不放弃你。我要做智障者代言人，我会坚强求生存，希望你也可以跟我一样。你去哪安尼？叫一单啊，是吧？爸爸，若无你，我嘛唔知道我的人生是要安那行过。爸爸，我要多谢你。